哋而家咧投入，打開個心門，愛慕神。今日啊，個個都企起身，好唔好？一齊去愛慕神，一齊咧全心去歡喜神。神啊，我哋歡喜你，我哋多謝讚美你，用靈嘅禱告。我哋希望大家分到悟性嘅禱告同埋靈嘅禱告。當然悟性禱告都可以用心靈嘅。咁但係咧，有啲人嚟講比較難，呢兩個一齊做到。咁你咧就係整個心靈歡喜神，感謝天父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主耶穌，你真好啊！好太多嘢講，慢啲，你跟我得唔得而家？哈利路亞！嗱，點解慢啲咧？你一快咧，你就掛住喺度諗講咩嘢噶啦，你就變咗用個腦啊，個心靈，好似個心湧向神。哈利路亞！讚美耶穌。
有幾多個祈禱時有感受到平安、輕鬆、舒服、輕飄飄嘅？舉手啊！是但一樣，是但一啲啊！舉高手啊！如果有嘅，將手舉高個頭啊 ！OK， 好啦，嗱喺前面嗰啲你想啦，喂，可以嘅。你想分享咧，你就可以分享啊，唔係一定個個都要分享嘅。咁咧你就簡略講而家喺呢一陣祈禱嘅時候的經歷。其他分享的舉手，我都覺得很輕鬆，個人很鬆。因為咧，神就將我啲重擔攞走啊。我都覺得即係、就是、個人很輕鬆，很滿足。好滿足啊！滿足一抽筋，心中。嚇！咩心中啊？
係啦，有感情，係啦，同埋我哋聽，你聽，我哋聽就覺得咧，你由頭講過，因為頭先冇麥嘅，所以聽唔清楚。大家安靜嚇，好。呢一次嘅祈禱咧就好舒服，好有感情，好似好多嘢交託咗啦，所以我哋聽就都覺得好舒服。係啦，真係加。即係話呢個悟性可以加上靈性嘅。不過咧，有時咧，我哋唔好為乜嘢祈禱，淨係親近神，就係咁樣啦。淨係親近神點啦？耶穌你好愛我哋，你而家服侍緊我哋，我哋就俾你服侍，俾你更新，醫治我哋嘅生命。耶穌啊，主耶穌，多謝你啊！这个就是纯是亲近的，这个呢觉得同这先第二种又有什么分别？哪一种比较经历神的平安轻松更加强烈？就是说最尾这种，这种是纯亲近神，但是你亲近神你又代祷，你代祷的时候加上感情，给大家知道原来是有分别的。所以保罗是讲到有灵的祷告，有悟性的祷告，我们知道呢就用不同的祷告。所以大家领敬拜都可以这样的，我现在试试用敬拜的方式，大家开门眼，主耶稣，我一起敬拜赞美你，神啊你真好啊，我全心爱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領敬拜都試一下咁樣，幫人的靈進入，但係首先你自己做慣了同神咧，真係好似最好的朋友，真係咧成日都好似攬膊頭咁樣樣，你一齊咧同耶穌攬膊頭，成日咧同耶穌一齊好開心嘅，好輕散嘅，咁你先能夠進入呢種嘅禱告。因為咧有好多人覺得神好遠啊，神好遠嘅時候咧，你就好難咁樣同耶穌好似真係咧聖經講到真係最好的朋友，甚至好似夫妻喎，基督是教會的新郎，或者佢嘅新婦喎，咁樣咁親密嘅，咁啊希望大家明白，咁亦都成日去做，好多謝主，感謝耶穌，好嗱，